今日虽然不是星期六，但是我都回到店铺那里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。每一次回到来，其实要处理的事情多不多，话少又不少，由铺垃圾袋到执定第二天做事的工具都需要把握时间做完它。其实今天的行程都不算话太紧密，但是好像有很多事情做。其实现在我们的铺头搬了去骆驼漆，搬了四个月左右，不过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我们在 Mears 那个 page 那里其实已经是改了个地址了。接着我现在整完手尾之后呢，就会去蛋糕铺那里买一点的材料，然后就要去看中医复诊。咁復完診之後咧，就要翻屋企預備煮飯啦。其實今天咧係滔叔叔生日啊，咁咧我就冇特別同佢講過生日快樂啦，同埋亦都好似冇件事發生啦，亦都冇約過佢今日話要去邊度食飯啦，或者總之好似平時咁樣乜都冇做過啦。佢可能以為我唔記得咗佢嘅生日，我係專登。我而家夾緊呢啲假髮片咧，就係新買嘅。咁買翻嚟嘅時候，佢係咧好直，同埋係好滑、好纏手嘅。咁同真頭髮咧嗰個質感就唔係好似啊。同埋咧，佢咁纏手嘅話，其實 set 頭嘅時候都比較難固定嗰個形狀啦。咁所以咧就需要做少少加工嘅工序去處理一下啦。咁呢啲咧就係平時我幫新娘 set 頭嘅時候要用到嘅小工具啊。咁在铺头处理所有嘢之后，我就冲咗去蛋糕铺嗰度买一啲要用嘅材料啦。咁今次要买嘅嘢其实都唔系好多嘅，其实主要系买呢一个探忌廉啦，同埋买呢一个忌廉芝士嘅啫。呢一间铺头嘅材料都几齐全，而且价钱都几合理噶。我今日嚟复诊咧，就要系针灸嘅。咁我呢一个中医师咧，佢最出名就系帮女人调理身体啦，同埋如果啲人想生小朋友咧，就会嚟揾佢噶啦。只要乖乖地跟足佢嘅时间去食药，同埋乖乖地过嚟做针灸咧，咁医师就话好容易会一击即中噶啦。依家我就针紧背脊嗰个位置，咁就 hold 十五分钟，然后转个头我就会反转身，佢就会针我个肚同埋小腿嗰度，会有几个穴位要针。针灸期间系冇乜嘢做，通常我就会吸一阵或者可能播下剧、上下网咁样咯。今日咧就喺度拍 vlog。针灸嘅感觉系冤冤地，但系真系唔同，我真系觉得唔同嘅。咁我自己本身就唔系好怕打针，但系又唔系嗰啲哦嚟啦，我唔惊噶，我又未去到嗰个级数，但系咧。只要落針嗰陣時咧，唔好俾我見到佢拎住支針吉我喺我面前吉我咧，咁我就 OK 冇問題噶啦。因為頭先復診咧遲咗啊，咁所以咧我而家翻到嚟屋企咧已經係七點幾，咁咧我就啱啱七國禁亂咁樣咧就要預備定啲嘢食啦。咁其實今晚個晚餐咧，唔係好複雜，但係咧我想自己整一個沙達糕出嚟，咁所以而家咧。我就要加紧进度，希望在他回来之前我是完成了所有东西，加油啊！蛋糕终于入了焗炉了，但是因为家里没有石子的关系，所以我唯有用牛油纸包一包它，希望就它不会那么容易入水，因为今次的蛋糕是要隔水去焗的。暂时进度都好像不错的，希望成功啦。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，今晚的和牛扒同埋生日蛋糕都终于完成啦！依家万事俱备，只唔通叔叔，但系而家个时间系差唔多十点钟，佢都仲未翻嚟屋企咯。喂呀，许愿先啦！佢一格格嘅需求，我叻，可以，你切咗啦，咁我哋点食啊？用个口食咯。